你的也好了。你的没有在录啊？还有吗？哦，有吗？有在录。你电没有饱，但是他也没有在充。我故意的。什么意思？他有在充。他没有在充，他没有出现充电符号。啊，等等，那我要 check 一下我的背包里状态是否 OK。我眼睛看不到。对。有电，那就不用担心，插上去就对了，它会充的。就是说它在充电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是秀那个，不是秀电源符号，它就只是秀电池符号，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样子。我怕。它不会变。嗯，对啊。对，但是它也在充。真的。真的。是热身。先负极，也是负二啊。你怀疑他坏了吗？没有啊，就怎么跟昨天一样。跟昨天哪个负二？为什么上面负五啊？落叶花吗？没有，就下雪，就雾的。雾的。我糟了，我糟了！你怎么了？我卡上你。勾到了。对。啊，在这里。好，入座当中。你好龙，你怎么那么急呀、啊？你没有热，啊、你没有热很久啊？有了。嗯。暖起来了吧？还没。我手暖起来了。你又不是跟我同一副。但是我刚手是没。所以是用这个热身一下嘛？对呀、啊，他现在就下去滑，打的又重等一次，太浪费了。Keep going.
是一个 able 的。将抵达下山点。对对对，就是这个。怎样？右滑。哦。我跟在你后面好了。是哦。一早脚还不是我的。哪会啊？那边比较陡哎，我觉得。板子咧？在后面。不知道。你超三倾，然后就过头倒。好痛哦，撞到了。嗯。撞到手。哎呦！哎呦！哎呦！侧降，斜后侧降。很难耶，不行不行不行。拿什么斜后侧降什么东西？哎呀！啊，我怎么摔倒了？还撞到手，很痛哎！你说你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板子要跑了。头要朝上一点，你这样转上去就往前。头要朝山上一点，但是放的不是很稳呢。不行哎、欸，不够山上，不行哎、欸。你的右脚跟左脚都站在左边，都往山下站。嗯，好了，踩一踩，踩一踩。好，右脚站过去一点点，回头一点点，紧贴着板站。踩板，踩板，踩板。踩板，是不是滑倒了还踩板？踹他了，踹板子的意思。我要滑走了。啊，你不要坐，你都不要坐，你先站在原地，先不要穿了、啊，这样子不能穿，这样不能穿。你要先站着，你先站着，站在原地，让身体知道这个不倒。接着，头在朝上，头要在朝上，好，这样就对了。那也不用跨子，然后踹他两脚，你站在下面，站在下面，右脚往前。右脚往前，然后踩踩踩踩踩踩，踩不到吗？踩不进去呀、啊！我一上我可以，这样已经可以。我已经再回再上去就要掉了。好啊，好，可以，很好，好的很。接着再去踩右脚。很久没有滑摔倒了呢。嗯。都忘了怎么。你的右脚。还可以吧，好，可以的，很好。很久没摔倒。嗯啊，跟着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觉得滑你这种弯，我脚好酸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已经是断了。就这样。就是要用弯的滑法哦，要是用刮的滑法的话，你会比较累。什么弯的？弯是什么？这里都刮好多、哦。脚下，这里超酸的、啊。那表示你重心放不够下面。嗯。我看看。这是松的耶。没了，一点点而已。有觉得脚酸。脚好酸哦，不知道为什么，小腿一下好酸。很紧张，你有觉得视线比较差吗？还好。你上啊。上面反而没什么的。再下一个吧。啊？我看一下，对啊，我看感觉他今天会不会痛，我就在感觉，先不用，好像还好，挂吧，挂吧，你就休养日，对啊，好像没有怎么弄，才刚开始，但是我脚鞋子一下会不会好酸哦，超级酸，怎么了？太紧张，是啊，但我很少酸这边哎。歇自己下。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抱怨说，有一阵子我都在抱怨说我脚跟好酸，觉得脚好紧。还有一阵子会在抱怨说我的脚底板好酸。对。那都是太紧张吗？不是太紧张、哦就是。不是，我现在放上来，脚更酸。等我先放下去一下。都可以啊。放上来是为了脚筋，但是放上来的话，脚底板可能会酸，很酸。然后现在算了，我现在想要放着，那我拿起来了。为什么人呢？大家就去滑全部啦！怎样？说到，然后就开脚，没有，我让适应一下。但是刚举起来脚太酸了，不知道为什么脚超级酸，不行。你会觉得那样摔也是不行啊？为什么这样举脚会酸啊？奇怪，都已经是全放这了，要给他渐渐的负重，让他习惯要
承载板子跟鞋子的重量。今天这里生意很差嘞。很好啊，我们练习几次再下去。中午才下去。哈，是哦。对。这也太久了，很无聊哎。因为你现在下去的话，时间就会花在坐缆车上面。最起码十点，那十点也接近要中午了，那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如就吃饭尿尿。而且现在可能九点半了。我觉得应该已经9:50了。对，就然后我来猜多少？我猜9:50。我又忘了做一件事。要拍一拍吧。拍一拍才能做。对啊。然后你要记得来哪里？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微微脚劲，微微的痛，微微微微，这样微微的痛，慢慢吃。9:56啊。你看吧，我说。所以下去就是吃午饭啊，不用讲，不用多讲。花个两三次。花四次就是十一点，吃午饭。四次。就这样，我又要肥回去了嘛。肥？嗯，我可能又要变胖了。怎么会摔倒？我也不知道，就突然就摔倒了啊！我就摔倒了，还是其实地不平，我以为是平的，就放很松，这样也会摔吧？这还是要有一定的紧张度，身体才撑得过去。如果放很软，应该还是会摔倒吧？不会吗？你看起来不像是顺势。你是往右转的时候左脚托板吗？还是往左转的时候？我搞不清楚。因为你是刚刚是身体朝右。嗯。我只有看到你翻，已经在。在地上地还是什么的，我有伸手去撞到地上。你是这样？对，伸手。你是三倾，所以你真的是右转的时候，然后左脚撇出去，对，就是撇很高。你看一下镜头，这边还好吧？你的没有问题，你的有一滴，刚刚小接触了吗？那有没有在洞里啊？啊，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头没有撞地啊？头撞地才会有那种事。头撞地，然后那个，我有压到最后吗？有吧？有吧？有啊，也有收紧。你的也压到最后了。哦有，现在突然举起来，哦，有酸有酸，啊，好酸啊！哈哈哈哈哈。要慢慢锻炼啊，你加油啊。一开始早啊好痛好痛。嗯，我觉得身体不用穿我带的中层。但是我的中层，因为现在没有下午冷，下午可能比较冷。昨天早上我也不觉得会冷，但下午又冷。昨天早上可是有太阳的。不过中层在我背包里，让我现在背后超暖的。有到超暖吗？很暖啊，因为平常哦背后会压在。下面有比较好吃吗？就只是拉面，有没有比较好吃？不知道，应该不会好吃到哪去，就是差不多差不多。谢谢师傅。吃得出来，这里的肉酱面比其他地方的肉酱面好吃多了。没有，他要正统多了，他要 cheese。但是他没有 cheese。对，我想要 cheese。其他地方是美食街等级。你看这个车有没有满？有吧？没有。我估计他整天都是有点满。因为大家想要花全部啊，是不是？对啊。是密密麻麻还是？我看到整个都黑黑的，看不到清楚。嗯，对啊。等一下，我们滑下来的时候，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穿板子就知道了。大家急急忙忙。对啊，大家都好急哦，冲出来的感觉。对对对。啊，我脚又好痛。那我们就朝左侧，然后在那里
清一下镜头，然后观察。好，现在清点人数。现在已经在那里穿板子的还不算，那不算。哦，等一下要扣掉这些。好冷哦。这里有。还什么？第一批人还没有人冲出来呢？还没有吧？他们走那一段路。好冷哦，我怎么突然间？左转。即将抵达下车点，请排起安全带，系好下车。还没有一个人出来。好了，一个人出来了。哎，看多少？一点都没沾，你的也一点都没有。哎，有哎，有一些湿掉的地方。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现在看到十个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我觉得是满车了。对，好，走了。现在都十点了，还是满车，走吧。地很不平，我很紧张。对，地很不平，但是我很用力。嗯，好。因为为了不要再几次习惯，为了不要再摔倒。很好，其实不会摔倒，你会想，绝对不会摔倒。不要用力。Thank you.
乗車位置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好，就在上。走走。乗車位置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可以。我觉得现在我都用屁股对对准他，我用屁股接。有吗？有用屁股吗？我现在都用屁股接。怎么用屁股接？屁股就准备要进来这样。我还怕是撞我脚、啊。在膝盖没撞到之前，我屁股会先压下去。为什么？压在座位面上，但是你不能太早，太早就坐到地上。对啊，你就被打到了。那时候我就回头看了，我觉得这方法很好。我以为他要去撞柱子。我在想他在干嘛。他要接近那里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他想跳一下。然后有撞柱子的风险，不是很糗吗？也没有啊，除非他一滑过去发现那里是个洞，变更雾了。嗯。是雪变大，还是这里比较雾？是雾吧，不是雪，是雾。雾、是吧？我不知道啊。我有雪。因为雪有很大吗？好像有很大。早上也差不多这么大，但是早上没那么雾啊。我觉得是雾。哎呦喂！怎样？我在感觉脚吗？有，还是有一点痛。啊，现在在痛。那怎样？没有关系。酸跟痛，不是啊，我们这样一直滑吼。姿势不对的地方需要人家讲或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要请老师啊？真的要等到学理回来啊？不然现在起我们就一直矫正姿势啊。你的左转跟右转都矫正，然后你就都平着拿吧，强迫上半身朝三下。就其实练习都一模一样，然后只准踩那一只脚，不准另外一只脚不准踩。对，就是都一模一样。其实我也可以做，我大概我不确实的时候也只有七成做到。而且平着拿的时候，不是说往右转的时候身体。这边这只手要放倒，往左转的时候这只手要放倒。好，那我等一下也这么做。什么什么什么？平着拿，对不对？要转弯，对不对？往右转的话，要重心要这样。往右转的时候这只要放低。往左转的时候这只要放低。左转，右转。左转。要很明显吗？有啊，其实他练习的时候强迫是说你要摸在膝盖上。你没有拿平的时候，你没有用棒棒的时候，光是手摸膝盖练习的时候，要做到那么低，他的要求是这样。对，好冷啊！我昨天自己练习，我不是说我晚上回去，我觉得腰有点酸，大概左前腹部跟右前腹部会用到力量。那如果是 Jason 教练的讲法，就是说一拳打在那里的感觉。肚子要用力啊、肚子要用力啊、哪里啊？什么时候？被打的时候用力。超右转的时候，重心放左脚，所以左边的你要假装左边滑步机硬起来。要硬哦？为什么要硬？只是一种想象，因为大家会不自觉缩上去什么的，这些都只是一种辅助。对，就是强迫要硬，要缩什么什么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想，总之就是脚要踩这只脚，全部归根究底都是要做这件事，只是要用哪一种说法而已。摸膝盖是一种说法，
右脚不准踩，右脚抬起来也是一种说法。嗯，头往这边也是一个说法，还有那个手臂哪边也是一个说法，嗯、全部都是要练这个东西而已，都一样。右转的时候是左手叉腰，叉腰是让你辅助，让你有一种人像一个七字形。左手叉腰不就左边低了？对啊，就是往左边低，往右转啊。头要朝山下那边啦。对，左边低没错，左边手放膝盖也是，都一样。哦。对，然后只是这种手势我们都会不知道在干嘛，其实它原意是说我要右转，这只手是要转那个方向去。你就跟 snowball 一样吗？就是左手叉腰，我要去那边右转，这样要朝山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那说了很多年要把它封起来，一直没有封。但是好像都还好。但每次射很短，我就会很紧张。就是自己紧张。好。这一次就不会碰到了，因为是15分钟周期，下一次就会碰到一车。有啊，有一车在那。他们都下完了，那马上往左边看看多少人在穿鞋，急急忙忙踩上板子就走了。恐怖哦。嗯。你看到这，再上去一点。看到人了，一个头，缓缓的前进了。已经没有人潮了吗？有口袋肉啦吼！都走出来，大概半车吧，松一点点，但是还是满车的。还有人在走，我觉得还是满的。嗯，我看那边一整天都满的。他们11点吃完午饭，那个时候就比较没那么满。人家吃饭，我们走上来，真有趣。这是潮友，好不好？哦，即将抵达下车点，还在下车哎。请抬起安全杆，做好下车准备。捧着还是要，你要拿那么长哦。好像很稳，是不是？不知道哎。我觉得很稳啊，你有摸到膝盖那么低吗？就大概在旁边，没有摸。我觉得比我自己这样滑还稳，我的弯都做得很小。好像很安心呢、欸，很安稳啊，我们就这样滑一趟就来了，完了，想停就能停的感觉，好不好？
小腿不酸，大腿酸。对，因为这个时候会要半蹲。嗯。你真的做到正确值啊，你真的拳头摸到膝盖那边的时候，就会变大腿酸。我现在小腿不酸，大腿。双鞋里，其实你真的摸到膝盖那么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会比也可以滑的比较接近我讲的是顺着轨道滑，然后顺着轨道滑的时候雪怎么乱，你比较不会跳，但是摩擦着滑的时候比较会跳，差别是这样，总之就是比较不累就对了。动不了。松松的。嗯。有点而已。好，继续吧。你就会大腿就会很酸。对啊。要上椅子就。大腿。对啊。你看得见路吼。好。因为前面刚卡住了，那两个人有一个人板子掉了还是怎样，在那里连那个都来救他，拉一下不知道，他们还在搞。小孩子，他可能手脚岔出去了吧。哎，今天怎么比较温和？没有，因为我屁股已经压住他了。哎呀，我觉得今天怎么比较温和？你说你预期膝盖后面要被打？对啊。我现在都用屁股压他了，我以后都要用这个方法，直到有一天我会坐到地板上。
好了，滑了两次还是三次了？两次而已啊。哦，那要不要继续用棒棒滑？我也觉得很新奇耶。我觉得超安稳，好像不会摔倒的感觉。保证不会摔倒，好像不会摔倒。我是说速度比我想象中的更好控制，所以我也这么做。我觉得只有这台喇叭特别大声，哦，其他都没有啊。不过也没关系啊，其实我那个上去，你不觉得就是自己找得到路口就可以了，也不是要给别人看。所以老实说，自己后来好像也没在看。想要早点，想要那上次棒棒掉了，想要回去看棒棒什么时候掉了，才那个在自己电脑上就会研究了。而且我还是觉得我上次的摔倒特辑比较好看。嗯，谁的摔倒特辑？就是比较没有人场啊。那你如果这中间一直滑，绝对都是人场，就是在滑而已、啊。好吧。我觉得我有很多次几乎都没有摔倒了，我刚刚竟然摔倒了，而且还穿不了鞋子。嗯。有啊，你那时候可能脚放软。还有就是你那个坡度你已经觉得紧张了，就是我在下面看啊，你整个人在站姿就是朝山上这样站。但其实那个斜度我们根本没在怕，准备要倒了。你的那个站的那个站姿其实是我在那种很陡的坡上想要穿板的那种站姿，像是在八方尾跟最上面我就用那种站板，但是没那么陡，要变胆小 ，OK。昨天第一滑我比你胆小，你没看，你都在前面，我在后面，很慢很慢。我鼻子没有露出来吧？你没有。真的吗？对啊。有点凉哎。没有，你完全没有。雪有变大，我觉得。现在感觉差不多。我觉得我的裤子有一点点像水水的。一点点、喔。你刚有不自觉把手放在上面？没有啊，我现在都放旁边啊。哦。大腿很温暖。一点点吧。就是在测试这件裤子行不行啊？应该说你这一件一样温度会让它化掉，嗯、但是。它是水珠，它没有渗进去，但是你只剩那件会渗进去，对，差别是这样。但只剩那件干得很快。嗯，反正我们也没有，虽然是那样，但是也没有觉得大腿湿湿不舒服，就只是不舒服，可能就真的渗进去就会冷了。对，然后不舒服的话，那一件就不行了，就要换掉了。而且它后面破得超厉害，后面以前太会摔了。你说裤脚？脚跟，对对对，脚那都是洞洞，全部都是洞。所以你戴的是紫色跟这件，我不记得你这件哪里买的，是590，390，哎，390哦，这件不知道怎么更便宜，还不是500。我买牛仔裤的时候一起的吗？不知道是那一次还是之前，因为我记得就是那个地方很便宜。对啊，对，你就买买看啊。目前我的裤子厚的应该是豹纹那一件，但那件才花色有点太夸张。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再买一件牛仔。我也想买，当初要是跟你同 size， 不然我就买了。什么叫同 size？ 你说只剩一件，我太小的我穿不下，它就是 S、M、L 各一件。然后你好像比如说你拿了 M， 你就没有了。我穿太紧啊，因为还要穿防摔裤，你不行、嗯。所以就你买啦、啊，我就没有了。不然我也觉得蛮好看。我重点不是好看，我的重点是我越后汤者，我就这样穿着去了。不要再说你这样不好，我真的没差。而且昨天你不觉得我们去吃饭也是这样一路吗？对啊，这就是雪国的日常。你有觉得整天闷闷不舒服吗？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会觉得啦。嗯，应该说上厕所一拖，觉得屁股凉凉的是吧？就有汗或者什么的。对，主要是汗，但是也干得很快。就是我们的内层也是不错。我们防摔裤一直都穿好。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例如说去餐厅的时候，我都是很大力的坐下去。
因为你不觉得像上面那个山田小屋的座位，然后都木头的。进去的时候，你没办法站直进去。好、哦。因为那桌子就卡在那里啊。嗯。对啊，我就很重的坐下去，然后一坐下去就说，嗯，我有包塞裤。重的坐下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也不觉得他很卡我。嗯、我就一直穿着这个四处走，包尿布。是不是上厕所要脱很多件？嗯，因为我没有，所以就这差一件。有什么要做的？那是他们的人。嗯。他是换班吧？嗯、他有一个小背包，他坐下去，他再接着来。不，他不是要走。他想班。他是去换下面的人，换班。嗯下面屋子的人要换一班的，就他坐下去，他怎么滑下去就好？因为他是坐缆车，哎、欸，等等，那他要走路走到那边，然后再坐下来，他不想滑雪。嗯、他换个班，要走这一段上坡路。这个人提的什么东西啊？他是运货的吗？他背后也拿着很多的东西。还是有一般人在这里。嗯，这是往左。好，那可以。棒棒滑法，真安心。建立自信心。你有觉得能见度不好影响你？会啊，会比较紧张。你看不清楚，你不紧张吗？没有，主要是跳问题。重心正确的话，我比较不会跳。更低，像我一样摸到膝盖那么低，有要那么低吗？可以啊，你可以摸到最边边，那么低，这样真的很好。有，你这样防止。安心。那好像没有面正面呢、欸啊，应该要面正面不是吗？我告诉你，像现在这里不是比较不陡吗？嗯。那这里比较不陡的话，你也可以用一模一样的，然后正面朝下，但是你还是要摸膝盖，这时候你的下半身就会转角，你的下半身就会。
血乱乱脚酸。所以滑一阵我就会休息。对，先做到身体逼着自己下去，那接着就会进入脚酸那种状态。接着呢，就要自己去调整说。又脚不酸，但是又是朝这个角度。现在到底是雾还是不是我们眼镜雾了吧？没有，是外面的雾。好，那就好。好，这里稍微抖一些些，这里做摸到。走了。一次吧，我屁股顶住他了，我觉得我的食指怎么了？你受伤不是中指，右手食指啊，左手一直贴着。你现在坐在缆车上要解？对，要解。他翘起来了。哦，我感觉已经翘起来。待会照下面再解。不是，他的手套里模糊。这坐着那么久，我很安心可以解。好不啊，好不啊。对我们来讲不成问题。路就那么简单，就还好。对啊，还练习。如果是藏王那种，就吓死了。藏王其实我们也知道路在哪里。搞没有很清楚呢，我知道它是一下来就一个转弯，然后后来就乱成一团，然后就很恐怖。那里就是窄。就是从头到尾都要用有点接近侧降的滑板滑下来，剪好了，哦，那就舒服了，收好了，已经收好了，找拉链，拉链在这，黑起来。这里的秋天不知道好不好看，富良野的秋天好看，应该也差不多，厉害啊！不过要看树种，这个树种，然后不是那种黄黄树，黄黄树不是比较像松什么的，落叶松。对啊，那个要那种黄树，当被子。卡拉玛兹，辣的松，所以我后来就记得了。你记得它的名字了吗？辣妹松。卡拉玛兹，辣妹松，它是辣妹，是辣。对，不会是白桦？白桦日文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这样一讲，不是常看到白桦，白桦吗？嗯，白桦，白桦。搞不好念出来，可能跟
跟汉字完全没关系的字。嗯。但是也许我们根本就说听过。哈哭，他会念哈哭。北极熊，你知道它就是哈哭什么？哈哭 Q 什么？哎、欸，上一次那个熊车祸的影片，他是写比库马还是希库马？比库马吧。但是希库马是什么？棕熊吧。啊，是哦。希库马母子，咚一头撞。一直看人家被撞，好残忍哦。他是为了说不要撞我儿子，好，我来，然后就撞，好可怜。我觉得是本能哦，那种一瞬间的，为了阻止他撞到他儿子，一瞬间的，他可能大脑也没、啊。也是儿子或女儿哦，不知道。笨熊。我觉得那个小熊这样手伸起来，接着两个耳朵透起来，他可能坐在那里发呆了。他傻了啊！妈妈也是吓到了。还有哎，脚都在痛，好远。警察好大。还好，昨天一滑比较糟糕，是脚全部麻掉，很惨。今天还好。今天穿鞋就好多了。今天两只轮流麻，实在是很要命哎、欸！哎呦，鞋还是好痛。要想一下。哎呦，还是好痛啊！啊啊！哎，没，本来没事嘛。好痛！到底要怎么办啊？啊啊！现在正痛。啊，好痛啊！好痛。你要踩吗？不要，没关系，要锻炼。啊，真是好痛哦。你有听到我在房间正常蹲下的时候那个筋的当一声吗？我不确定。你有听到吗？就一个很大声。但是我都会听到说，你有没有听到？因为他那个我蹲下筋这样咚，然后什么咚，我不能懂，就很痛啊。好，现在好，现在好。太久没被夹了，这样。今年初是滑到藏王二月嘛，最后滑完藏王就回台湾了。嗯，那一次真不错，就是 每天都在做松雪锻炼。松懈，就每天都松的、啊嗯，然后也做那个横仓锻炼，为了要影片看起来很厉害，在横仓用快比平常快的速度，冲啊！哇，最后还是不行，还是飞出去啊！体操白烂的，就板子也不拿，就躺在那边。等到我们别人来救你，等到我们厉害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种事。会帮别人，但是我是说，你就是完全挣扎不挣扎就坐在那边。对啊，当然的。而且不是你好像影片还这样，哦，放软滑下来的。不是放软，应该说那时候再滑下来，你就会想说，该停了吧。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转直？但是转直滑得更快，就赶快滑转了。就把自己当鞋板一样，要侧着才能停得下来，然后停下来之后你才能坐起来，真是个好教训。你都忘了看车之后，没有车，没有。反正出去看地上就知道了。哦，所以再滑一次就准备往下滑，但是也不认得路，不知道滑多久就死了。哦，我应该没有多耐。好冷哦。是这次往下滑，还是还要再坐一次小缆车？我忘了。不是就是看手表，看手表。现在大概三四十分吧，三四十，用不着紧接着十一点吧。好了，就这次滑到最下面。对啊，对啊，不就是这样吗？接下去。好冷哦。那不要滑到缆车站哦，在前面那边就分岔了，在分岔之前等。你走前面，我分。好、啊，那就一起这样，一样左转。他左转了、啊，现在左转，等一下要右转。即将抵达下车点，请排起安
哎呦喂！其实，在这种比较平的地面，不是都要练正面向下？嗯，在正面向下滑的时候啊，嗯，其实上半身是有点像固定不动，嗯，然后是左脚有点像是这样撇出去，嗯，跟右脚撇出去，只有下半身在转动，嗯。对啊，我现在应该有办法做到，大概只是做到那条线而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半身尽量不动的话，就是换，然后身体抬起来的那一瞬间，身体抬起来的那一瞬间是比较松的时候，松的时候转雪板就不会有阻力。但是身体往前放心，那是压紧的时候，压紧的时候是稳定的时候，那时候没办法转雪板，所以还是要起身。对，就是要起身转，起身转这样。所以就是大家平常这样。往前滑的时候，觉得自己累的时候，就会挑比较平缓的路线。例如说，现在往下看，要滑平缓的路线的话，就是先往这里滑那边，再往那里滑那边。嗯，对啊，那就比较不累了。然后滑下去的时候一样，就是松松练。不要让自己太快，就不会紧张了。好吧。不是啦，想刹车。对啊，我只是要找你而已。好啦，走吧，新路线。Thank you.
好快把板子刮坏了。啊？这里超力声比较大。对啊，好像把板子刮坏了。其实下面有一个变慢的地方，就是去前面红色网子那边吧。网子。所以好像没有很好吼。啊，对啊，啊，反正到三角就这样。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不要想停下来就没事。嗯。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然后滑，尽量整个雪道。有吗？这里两颗，那里两颗。我的板子有受伤吗？我不知道。看一下。在哪看得出来？啊，总之要小心啊。比較舒服，好酸哦、喔！你说这里比较平，要休息一下，不是平，比较松。好多小颗粒哦、喔，怎么那么多啊？其实是我们会心里紧张，其实没有就觉得很伤啊。哎，哎，累了。这样脚会酸的、欸，这样回去会酸的、欸。是刹车啊。那、啊、好听多了。
啊？直超转右边。酸哦，脚脚要休息。黑奶也是排到外面呢。对啊，吃饱了也要排到外面，能上去。我们就在拉面店里面看，什么时候短一点就要再吃完。我看吃饭时间就会短。我想下山就用坐缆车的，太累。还好吧。有没有觉得嘞？就是很粗啊，觉得板子要挂坏了。什么叫没有拍？哈，所以这里没得吃。吃王子吧，吃王子对吧？那我们滑错边了吗？也没有滑错边，从那边也滑不过了。而且下面的雪质我觉得不好，你们不会想要滑下面。嗯，有点差。真的没拆吗？他都拉着了。对啊，他只给修气锁，人那么多为什么不开啊？慢慢的。那王子有得吃啊？啊？王子有得吃吗？有啊。王子吃，比较贵啊。看比较好吃。谁知道？好了，慢慢走吧。还是你要把板子拿上去？不要，因为这里的下面我觉得也一定不好。你说要滑下来是吗？但是拿上去也是花力气啊。走下来应该还好吧？对。怎么会这样啊？没调查清楚。没有，坏水了。不过好处是那个，提早知道下面这一段太鸟，不要滑。嗯，有点不太好。哎呀，有点颗粒，都是颗粒。两天后再试着一路滑下来看看，看积雪有没有让他们压得好一点。好累啊，脚好酸哦，小腿好酸，走好累啊，走不动。嗯。但是刚刚也过不去这边。是啊，所以下场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大拉拉给他休息久一点。什么叫大拉拉？因为那个山顶的餐厅，我觉得有点不好，有点不好意思。用满它的无限，就算没有也可以去旁边用。它整间都有。我走不上去，我脚好酸。我是侧着走啊。哎，要不要关啊？关了，顺便关。